各位玩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游戏名字叫做《星纪元二》，这是由澳大利亚的独立游戏工作室研发的一款 FPS 手机游戏《星纪元》的后续作品。本作依旧沿着前作的剧情继续发展，玩家仍然需要执行营救主人公的任务。而在本作中新增了许多元素，比如高速行驶的列车、摇摆的暗礁等多款全新场景。突出的任务和场景细节描绘、贴图和光影效果着实出众，视角的切换和环境的氛围也更具有生活活力。所以我现在直接进入游戏来为大家演示一下。